多伦多楼市展望主题赞助 CoinCore 协平嘉德 King's Landing 即将君临天下，其他赞助恒生地产 William Chan 地产威廉，环腾地产团队 Nick Zhang 服务环球地产，精英置业冯山，你的置业好靠山，647-981-3689 MyCondoPro Work with the Pro Century 21 Mark Lee Remax Excel 易兆地产 Broker of Record Joseph Wong 地产明星萧家俊。2018年北美经济贸易风起云涌，对未来的走势有什么影响？对哪一类的物业影响又最大呢？大家好，我是何子乐，欢迎收看多伦多楼市展望。最近 condo 市场好像是一片大好，那有很多朋友呢就在想，哎呀，会不会这个情况会一直延续到2019年呢？威廉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这部分还是会继续火爆， condo 市场还是会继续涨的。主要原因我们会看见供求的问题，多伦多因为地已经不够了，然后很多工作机会还是会在多伦多才能找得到，不论是在银行工作，还是现在很火的一些科技行业，还是会继续在多伦多开分公司，还是办公楼这样子。如果是刚毕业的同学，还是在这些公司上班的人士，那如果在多伦多住的话，可能只能公寓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